小鱼儿能有多好糊弄，不愧是胡可的好儿子。我们家老二特别神，有一次特别逗，他说妈妈你怎么还没老，你要是老了可能就要死了，可能就要死了。然后他就紧跟着说，他说那也没关系，等你老了我就把你送去养老院。本来是很温馨的画面，结果小鱼儿一开口，哥哥也走了。哥哥没摔跤，你摔跤了没有？你自己看看，你手上趴着点。你跑什么？我打完再走。打我腿，哥哥打我腿呀。唱歌时即使是 C 位还是逃不掉命运的魔爪。我的心脏砰砰跳，像你入时的花香，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。怎么是 C 位？好，女 C 位这次啊，来再来一次，来备开始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。想要告哥哥的状却，你扫地，你快点扫地，大地。来，我不打你了。小鱼儿七秒记忆名不虚传。宝宝。苹果没洗呢，我给你洗一下，你洗一下儿子啊，洗一下啊。看胡可如何巧妙转移话题。你被发现了。哥哥吃啥？哥哥得吃一块糖。我想吃个橘子。橘子呀、啊？嗯。哦，对，还能买点水果哈、啊。橘子，橘子咱一会儿买的吗？妈妈这儿现在没有了。